好的，谢谢主理人杨丞琳和 Made in V。那么来问一下，我们各位主理人看到这支作品觉得怎么样？李斯，就是刚刚各位主理人们已经就是把我想要说的话说了，然后还有一点最重要，他们没有说，就是我第一次看到陈琳姐露腹肌，你知道吗？我第一次看到陈琳姐露腹肌，就是我很长露哎，你有没有在关注我 ？OK， 我。没关系，但你还是可以继续夸。好的，谢谢。就是这样夸个人都不容易，你知道吗？就这样变成花了夸。宝贝禁用在我身上，我不适合。李斯很适合哟，咯叽。所以你的意思就是？用在我身上不行。李斯丹妮小宝贝，李斯丹妮小可爱，杨春林小宝贝 ，no， 杨春林小宝贝，小可爱。他们分化的有点严重啊，这边小宝贝，这边小可爱。他很享受这种。我没有脸了，没有脸了，我已经摆烂了，随便吧。爱怎么着怎么着吧，对，怎么着怎么着吧。啊，你过生日马上马上，再多生日快乐。还没到还没到呢，还早。好搞笑啊，高大女起哄王，真的。Another hard part was stepping on this little girl's. 哦，他得踩在上面。来，李斯上。要不加入他们？你这真的蛮可爱的，好好的。小宝，给我盘一会儿呗。哎，很解压，好像高血压。天天给我演，一来就这种。你真的是一组高启胜。话给我听。有一个小姑娘在田里种地，然后旁边有一个老爷爷跟她说了一句话：“干嘛？在女儿的地里干活。”没有收到劲。我觉得我演的没有那么专注。陈超再演一遍吧。那演一遍吧。高瀚宇主理人，这边摄像大哥问老爷爷说了什么话。想知道是不是让你猜？有见过让你们猜脑筋急转弯的人连比划带演的吗？这是我见过的第一个。来来，演一下，演一下。那我来了。哇，全场哇，大家掌声！一定前面铺垫，方方面面，里里外外，全神贯注，就用那天的状态。有一个小姑娘，她在田里面种地。然后天气非常的热，非常的热。然后有个老爷爷就在很远很远很远的地方，看到他在前面种地，然后对他说了一句话。他一回头，这个老爷爷说了什么话，让这个小姑娘笑开了花呢？这是一个脑筋急转弯。然后呢，就是猜一个人名，你们知不知道一个人的名字？李明哲吧。啊！你怎么知道？有名啊，因为那老爷爷带有口音说迪丽热嘛，然后那个小姑娘说什么迪丽热巴。21支厂牌经过初五台激烈角逐，前50位厂牌已成功和主理人组队完成。到目前为止，还有2支厂牌和1位主理人尚未完成配对。郑秀妍主理人，你将跟哪支厂牌组成一队？R&B. 恭喜 R&B. I felt like their stage was 完美，非常我的 style. I was happy to 帮他们继续走下去。
恭喜六位主理人和首支厂牌互选成功，你们将携手完成首次合作舞台。你的舞台，我有两个想法，一个是棒棒棒的那种 pop， 或者他们没想到的风格。我觉得这一轮应该比的是主理人跟你们的兼容性，所以我们不着急求变，就是拽就完了，就很拽。你们有什么想法吗？我觉得要见招拆招，主要是看你们有没有要在这么快的时间之内，就要很有野心。欢迎大家来到由徐静欢冰淇淋独家冠名播出的第二季《了不起舞社》，我们马上开启主理人和厂牌的首次合作舞台。本轮为合作对抗排位赛，主理人将带领六支初选厂牌依次表演，分数排名将直接影响主理人邀约第二支厂牌的顺序，同时这也是对主理人和初选厂牌第一次合作的舞台检验。首先有请六位主理人以及他们的合作厂牌，我们是这是我和 Made in V 第一次的合作，确实名次是挺重要的，当然希望是比较靠前。大家好，我们是成为 Queen V。 第一次磨合嘛，其实没有太了解彼此吧，我觉得我也是蛮大的挑战。大家好，我们是 Remember Jessie。So this stage is not just my solo performance that R&B crew and I really worked hard on together. And there's always some level of pressure. 我们是 X-COOL-FUTURE。 首先我觉得这个名次不能太低，因为 X-COOL 他们是排第二，但是我第一轮排第四，如果说他们进来之后我反而往下掉了，那就证明我也太带不动了。分数越高，我们的排名越前面，我们的主动权就会越大。大家好，我们是 VS 赞赞赞。因为这个是舞蹈的比赛 1 and 2 and 3 and 4 and 5 and 6， 所以我是肯定可以拿到第一名，对，有自信的。真的。本场分数由五位专业技术评审现场打分，24位媒体评审和56位未入选厂牌成员组成的观众评审团现场投票，满分580分。其实专业评审占大头，他们满分500分。为大家介绍本轮五位专业技术评审，他们是杨文涛、小鸡、Rushka、Popping C、AC。我的评分标准是，要么你的编法是整整齐齐的一个起舞，要么你是以按秀的方法来编。音乐的起伏一定要大。一定要有细节，我会比较关注的，一是我你故事的流畅是不是开头结尾的呼应，内容我是不是跳完以后能够看得明白或者有 touch 到我。I will just be focused on the work teammates, how they work together and how they use props and to be based on really general show musicality, using the space, mistakes and formations, all this kind of show.好的，首先出场的主理人和他合作团队是谁呢？我们现在桌上都有这个小白板，我们可以写上心中想要的出场的顺序。如果没有任何人跟你一样，那这个顺序就属于你。OK 的。What do you want to do？ 你猜猜。压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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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压轴。你呢？你 ？Oh no！ 你是第三个，第三个，你第三个，我第四个，你呢？